给你一分钟，你可以打给任何人，除了你的父母。如果他来了，给你500万；没有来，你将失去你所有的一切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啊。计时开始。你好，我要2份炸酱面，2份薯条，2杯可乐，麻烦佳姐送过来，谢谢。What？